到是盖伊。盖伊，你怎么裸身在大街上啊？能够让我这么chill，这么舒服的做自己，当然就是在我们热情的小岛上了。现在呢，就是位于台湾的小琉球。哇，盖伊，这个阳光，这个风，这边真是舒服。对，要是呢，身边再有一个美女，那就更舒服了。一个人吗？我也一个人。哦，那我们走咯。走咯。走啊。走啊。走吧。走吧。Go。Nope。今天要跟珊珊来到这个热情的小岛，就是来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我该是什么样的技能啊？这个技能呢，会让我们全身湿湿的，美美的。哎呦，我听了好兴奋啊！该究竟是人鱼课程？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阿宪老师。哇哦，哇塞！因为你是最美的一条鱼，就是你。对，最美的鱼就是我。人鱼课呢，其实。我们要来让大家去认识在水里面可以做什么样的东西。那大部分人家都只有看到这种辣妹子。哦。然后，盖伊邀约我的时候，怎么样？怎么了？我不辣是不是？不是，我有点吓到，想说，嗯，我盖辣哦。像人鱼课程啊，我们一般是会上几天？三天两夜，我们主要是会有肢体的协调的练习，陆地的水里面的话，像我们的泳池很长，我们要一直练习游动。可能一开始大家对于人鱼有可能照片看到的都是要摆拍，就坐在陆地上，然后打扮像美人鱼。在我的定义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游得真的像鱼。所以它是一个运动，而不是只是一个体验的感觉。就是我会让你们游的真的可以很像鱼一样。哦，听起来这个运动它是一个表演性质非常高的运动。如果硬要归类的话，我会把它变成是水中的表演课程，包含了表情的管理，然后在水中的浮力控制，连表情都很重要。对，啊，表情管理很重要。如果你对于水里面的任何表演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不论你是 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只要你有想，都可以来。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真的在做表演的时候，你的呼吸跟你的恢复呼吸就不能像之前一样那么的豪迈。要漂亮一些些，这就是表演的一个环节。水面上也是有人看的，对，水面上也是有人看，所以你就是要可能抓到墙壁，你这样，不是在水面很漂亮，一上来呛水，这样就是你要保持随时随地都是漂亮的。在一个这个程度有差，脚趾用力张开，这样我好伤心啊！脚趾用力张开抓地板。老师在这个人鱼课程里面，柔软度是非常重要。柔软度就很像是你说话的语气，就是在水里面我们没有讲话，我们用肢体。那你的空间越多，代表你的 key 就可以越高或越低。哦，可以做出更多层次的表演。对，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 wave， 就是在人鱼里面游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OK， 好，所以这其实是你可以做到的 range， 懂吗？你身体可以做到这个前后的范围。好，连起来的，停到这里。一、二到乐谷这里，三、四，拖出去。有点性感哦。好，一、二、
三，身体对。除了身体之外啊，手也是一个练习。在游动的时候，我们的手可以呈现这个动作，然后你的手会自然的摆动。好，脚尖贴膝盖打 Titanic。对，这是 Titanic。哦，好，不错哦。我们换 Needle 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啊，我会先让手回到中间，我会从中间，那可以的话，我会有点像抱自己。抱自己的感觉，延伸，先从奇梦，再把身体给拉开来。最后 swan 的话，动作其实很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感觉超难。因为你必须要把重心往前放，整个身体延伸，把脚给往后拉。我们现在在陆地上做不到，等一下在水面上像这样子，水面吸气。往上延伸 ，needle， 停三秒，换 swan， 延伸，一二三，放松。啊，我们已经完成我们上午的第一堂课了。那大家刚如果有看到我们做的那些动作，就是差别在于我们最后一天成果发表的时候是要在水中完成。哦，对，这个跟之前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之前就是。你一定要很熟悉你的动作，很放松下去，然后上来。可是这个每个动作对我来说都非常耗氧。嗯，哇，这真的有办法在水面待这么久吗？有这个要闭气，又要做这些动作，感觉非常困难。好，今天来到了下午的第二堂课，然后我们来到了室外，有看到泳池，哇，非常的长。我们准备要来水训了，水训。这个动作就是正游，然后我们会加上手，然后身体的动作，让尽可能的做到很大的曲线，在水里面就是变成一个大 S 的感觉。哦。往后的时候你要离墙壁很远，往前的时候要踢到墙壁，屁股要踢到墙壁，然后挺出去，看我的侧面哦，在水里不怕跌倒嘛，所以你要记得膝盖打直，脚尖用力。刚刚这个游泳的练习，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感受？超级有技巧性，你要去感受你身体是不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去把它的那个柔软或用力的地方要把它做出来。掌握不到技巧的时候，感觉在浪费力气。就有时候我会太把注意力放在可能屁股要用力夹紧，或是脚要打水，然后会去忽略掉比较细微的，可能手要破水啊，要干嘛？所以我觉得你要去一直训练吧。整个动作的流畅度练出来。嘉怡，你怎么在走？早知道就把防寒衣带来了。他体脂低，他会冷。那你先穿上半身就好了。好啊。其实正游跟背游是一样的基础，只是动力不同。要往下，所以你要用背用力，所以是完全相反的力量。但是节奏跟那个细节是一样的。哇塞，珊珊，你的脚怎么了？我的脚跟鱼蹼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哦，一直磨破了。亲密的接触。哇塞。好了，贴起来就没事。辛苦辛苦。继续加油。
等一下我们要把刚刚所学的三个东西，正游加背转半圈，然后再接到背游，所以就是一个说话的方式。我们刚刚学了你我他，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把你我他加在句子里面。我喜欢你。嗯，我喜欢你。好， okay, 来吧，看你们有没有很喜欢我。好累哦！我以为美人鱼就是美美的东西，然后不会到太累，然后训练的方式很温和，结果就一直重复训练那些你很不擅长的动作，你很快就会把你的体力耗尽。我其实不是八点半了，我七点半就躺在床上。哦，我刚刚去散步了一下，没想到你就在躺在床上。下午在检讨，然后我发现我动作真的是做得好丑啊，真的、哦、就很不美啊。有的时候，然后肩胛骨也很卡，然后你上来的那个背跟手的那个角度就没有很顺畅，然后脚又打得很开。一天再上一天，上午一堂，下午一堂，我们后天就会来验收一下成果哦。明天很有趣，明天的早上就会直接在泳池，然后下午我们会到一个深度池。美丽的背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家看，可能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在上面光鲜亮丽，很漂亮。他们背后一定是超多痛苦跟心酸的。但这个脚，这个脚已经，他的已经皮整个翻开了，然后贴起来，然后我是红掉，然后我预防它破皮，我赶快也是把它补起来。用这个电火布贴。对啊。你知道现在要进行到哪里吗？哪里？哦，对，我们那个，噔噔噔噔，哇，这个是，哇，着装了吗？我们终于可以套上这个了吗？好大哦！人鱼是很长。哦哦，好冷。哦，我说每次穿蹼都很想放弃。加油！把我的两只脚套进去了。对，我该要变身了。哦，哦，哇塞！哦，哦，哇哦！我屁股穿帮了，穿帮了。泳裤要脱下来了。哇，珊珊真像个美人鱼。这个装备套上去之后，就真的不一样了，真的感觉很不一样。终于有真的美的感觉了。进入人鱼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等一下这边练习完就要进行成果发表的意思吗？状态好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成果发表。好，那我们就期待你们等一下的练习，非常期待。下水。
下面有几个小小的缺点哦。对。等一下，因为刚现在脚没有绑起来，所以你都会让脚一直踢。然后记得把脚并在一起。好难。并在一起。好。然后脚尖要压，要压脚尖。好。滑上去的时候，这里要推上来，轻轻的拨头发往下，摆 pose 延伸出去，回到中间，延伸，放下来，再延伸。对于目前的练习，你觉得你掌握了多少？啊，我掌握了大概50%了。哦，50%的吗？对，希望大家表演可以拿出60%。哦，拿出60%。哎，那你觉得这一次这个成果发表，你个人部分的看点，或者是你需要克服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是一个身体的延展，就是你在你不管是做什么运动，就是就像跳芭蕾或是跳舞也一样，就是你延展要做到很顺，然后延伸把它做好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的线条才会拉长，不然的话你丢在那边短短的做。对不对？那要看什么？看二头肌嘛。看二头肌也蛮好看的。那我等一下下去就。好像不用下去也可以。正面二头肌。正面二头肌，阿诺二头。啊、哦，老师，我们是不是这堂课算是下课了？算是下课了，大家进度已经提前完成了。哇、哦，太棒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成果发表就这么像个烟火一样，然后就结束了。就是我们前面练那么久的东西，一直重复在做我们一些我们很不擅长的动作，就把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最后好几个动作结合起来串在一起之后，才能完成就是短短几秒钟的一个小小的表演。
就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分钟。真的是这样。如果大家可能看我们拍出来的成果，那些照片，就是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我们那一两张照片，他们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是要练习很多，然后就值得了。如果现在放大看的话，他们眼睛都是红的，然后甚至鼻子会不舒服，就是因为泡水，眼睛都会这样子。哇，有血丝哎，珊珊的眼睛。因为像我每次拍作品也是，可能泳池要拍七八个小时，那拍到后面，我可能现在就会完全没有办法对焦。哇，你拍作品你要在泳池待七八个小时？因为会有不同镜位啊，卡，然后拍不好你就要再重拍，而且很多都是要一镜到底。所以我只要一个地方没跳好，一个浮力错了，你就要再从头，我们再来一次。对。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比如说大家来上人鱼课程，它其实最难突破的地方是哪里？很多就是身体没有办法短时间改变，就像一开始讲的，美人鱼其实算是一个运动跟表演，表演很重的运动，表演很重的运动，运动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学会的。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学到什么，然后回去练习。所以就是肌耐力跟柔软度两个方向，那陆地可以怎么样去练，然后水里面可以多做些什么，就是课程里面花很多时间的那些动作。所以大家看，拍美照、拍好看的影片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练习、去下功夫。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认识我们阿贤教练多一点的，以及我们的珊珊美女他们的Instagram 在这边啊，如果你想上人鱼课的话呢，直接私讯我们阿仙老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人该阿仙老师珊珊，我们下次见，拜拜。